大家好，欢迎来到和自言自语的实况台，我是张小颖。那我们就继续来进行我们。Diese Blume hätte uns mehr erzählen sollen. 奇幻三角，魔幻三角。Ist doch einfach. Wir suchen ihre Schwester. Ja, 简单了。Führen wir eine Befragung bei allen Blumen im Wald durch. 找到她的。Etwas riecht hier falsch. Diese Gaswolke, sie stinkt nach Tod. Bleibt besser weg von ihr. Oh, 这个我知道啊。哎，对，哼哼，嗯，我操！真是吓我一大跳。不知道上面有东西，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有的，嗯，这怎么处理呢？这里，这没关系，晃一下就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有东西的意思吗？那我们就试试看。那你是怎么样？回去，天哪，我居然中了这招暗算。中这样的暗算，简直不能接受。哎，简直不能接受啊。怎么又下去了？到我咯。这个有点阴险，需要木板的协助。好吧，好吧，没关系。
痛一下就又复活了。你想要拿那个，你拿呢？看起来有点难度，这样是一定不行的，这样好像也不行。想想哦，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要用更科学一点的方法。这样也行啊，这样生气，这样子，别别别别，不要不要不要啊！怎么办啊？哦，
就不信了。先画一个木板。到了吧，这也差不多意思啊。好，我们就来个帅气的，先干掉它。我也怕我自己被摔死，你好放这。嘿，你选。这玩意儿呢？要再次使用我的神秘木盒子。把这玩意儿插在这，然后呢，这里放一个模子，然后呢，搭一根有根长的木板，好，嗯。所以没有关系，那就是上面有东西喽。这玩意儿。这个把手是开什么的呢？哦，这样啊。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解决这个，先在这里放一根块，再一根块，然后给你做桥。好，然后呢，就跳，哈，真不给力，来，再一次，真不给力，这样。Noch mehr magisches Wasser. Vielleicht kriegen wir Riesenerdbeeren. Ich frage mich, wie das Wasser das fertig bringt. Sind die Schnecken und Frösche hier in der Gegend deshalb so groß? Oh, na, hast du ja auch schon gesagt, wo ist man mit dem Dana?一幅画，啊，打不令图武士的画，上去才是难的地方呢。然后我们再回去爬那个巨大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巨大草莓，还是巨大蘑菇。哇，天哪！一看就有好多要跳的东西。好吃吗？哦哦哦哦哦！弹簧。这样我应该拿完整了。自己觉得应该是没到手吧。嗯，可以升级，我有两点点，怎么好呢？四个召唤物。大剑，包子战犬冲锋，包子战犬，可以破坏十只物品，感觉这招是有点用，但是不急，先跳过去。再回头看你的肉食。
Ich auch.看就有戏。 升级吗？ 3点， 3点。 火焰剑冰霜盾， 觉得好像有点用。 怎么办呢？ 攻击力强对我来说还是还蛮重要的。 这么点吧，边界好帅，而且附加电灯效果。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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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它引开，然后我们使用拉杆，然后门一开我们就快跑吗？不对，怎么可以屈服？真是混蛋拼啊！
Knochenbrecher erledigt. Aber wie werden sie wohl mit der Hexe fertig? Wir haben 干掉碎骨, 但我们要怎么对付巫婆? 巫婆啊? 我看到呢? 先离开吧。 Gas! Ich hoffe, wir kommen unbeschadet dadurch. Was ist das für ein Apparat? <笑>捡东西连命我都可以不要，轮到他好像没什么好说的，等死吧，不是，是回去复活吧，<笑>完全没有用处的角色。 1层不够，我们就叠2层。 行了吧，用生命回去复活，它的功能就是回去复活。 很接近，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看，我们如果能够顺利的荡到上面。 这样也行，我们，嘿嘿，对，我们这样，然后呢，那怎么办？换这只，没有用，要也是到这边来才有用，对吧？ 上去，手臂一推就倒啊，怎么办呢？哎，蛮能撑的，很好，这样子吧，死吧，<笑>好，我们达成任务啦。 换这只好像比较好，换这只好，还是像刚刚那样一度推过去，慢是慢了点，但可靠。这边可以用这个了，很好。嗯，单位一体了。 Dunkelheit umhüllte den Sumpf, als die Nacht hereinbrach. Da erschien ein vertrautes Licht und erhellte den Weg. Wo denn?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面具呢。Ein riesengroßes Baumhaus. Eher ein Baumschloss. Und der Trine möchte, dass wir reingehen. Ach, der Trine könnte uns besser mal an einen netten Strand bringen. 对啊，带我们到漂亮的海滩平衡一下好吗？ Die Fackeln im Baumhaus flackerten nervös, als die Helden eintraten. Es schien unwahrscheinlich, dass das Haus einer Blume gehörte, nicht einmal einer intelligenten, sprechenden Blume.Aber die Wärme im Haus war eine willkommene Abwechslung nach einem Tag im Morast. Offensichtlich ist dies das Heim einer Hexe. Hexen mögen Zauberer nicht besonders. Eine Hexe, sagst du? Da ist ein Eintopf.Dieser Spiegel scheint ungewöhnlich zu sein. Sawyer, kannst du bitte einmal auf ihn schießen? Ich sollte ja den Schirm machen.只是小怪，怎么那么强悍？还以为是 boss。这 boss 盾什么呢？
Man sagt doch, Hexen würden Babys fressen. Ein Glück, dass du kein Baby bist. Keine Bange, ich werde dich beschützen, Amadeus.这样。 实验一下。
凶残啊，怎么办呢？可以这样搞，有点搞头。哦，有点搞头哦。我把这个移过来，移到这里来嘛。然后呢，我这样子跳下去嘛。很聪明的是吧？其实要吃到这一排。哎，靠！怎么撞到那个房门？撞到东西反了。真是，好好，现在呢，把这玩意移开。牺牲自己，哎，吃到一个，快快快，什么物源？是的，我们把它调的高一点。保险。不要浪费时间了，好好的跳过它。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wieder.最高到这里吗？嗯，应该是这个效果吧。 没什么好说的啊，咔咔咔，没事，再跳一次就好。 跳的比一次低，这样，只剩下这一颗，那我就一颗降下去。 上面有什么东西？但我不想拿。
的跳台。从这里跳起。盒子制造机吗？今天就玩到打女巫吧，再游我也累了。
Anna. Wow. Da haben wir das Ding.骑士，真不理解。这样吧，我们把这玩意儿有点强。就这样屈服。
个高难度的酱呢？酱你哪有办法啦？我这样，这样还是有点距离。我这样。被戳两下，但总算是过来了。哎呀，他一直在那儿，我怎么用拉杆啊？得不跳，怎么办？哇，这个好凶残呐！能不能掉上去？真是，但是一次好。
这样可以的话，这样可以的话，我在跟你玩什么呢？我就来块大木板，跟你折腾什么呢？要搬动的发生，会不会是可以把它转方向？哦，原来真的可以，不好转。生命开门呐、啊！用生命开门。好，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先过个桥。好好奇下面有什么，深不见底。记录点在旁边。我们要拿到那个，怎么拿呢？个，两个，个。又可以升级两点，魔术方块，看不懂，看了你看不懂。省着吧。哦，弹簧跳台，哇，也只能先用它了。但最上面那个我要怎么拿呢？
Meine Schwester besonders. Ist nett und so fein. Oh, morgen wird gefeiert. Oh, 原来这是那两个九岁小女孩写的，那难怪写的充满天真情绪。 放两层，放两层我就上不去。 怎么办？下去就会死。
要怎么做呢？这里有个这个，我们先冒着生命危险去拿它。是能上来啦，可是你就拿不到这些啦。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拼一把？
看呢？我想看哦。泡泡加油！哈哈哈哈！啊，糟糕，怎么办呢？现在剩下最难搞那一颗了，而且我没有游侠。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泡泡直接上去，倒是觉得是有希望。现在没有那个泡泡了，怎么办呢？哈哈，哈哈，大成功！哈哈，哎，太成功！打得我满身汗，
Boss 战了吗？哇塞！In Deckung！找掩护！这只龙。Wer auch immer in dem Haus lebte, es hing eine finstere, bedrohliche Stimmung in der Luft, wie Klammernebel im Sumpfland. Die heldenhaften drei schafften es durch die Fallen und Schrecken des seltsamen Baumhauses. Nur um von der schrecklichsten aller Kreaturen aufgehalten zu werden, einem Drachen. Endlich ein würdiger Gegner. Warum greift er nicht an? Ja. Warum ist er denn so? Was? Wo ist der hin? Er war nicht real. Das war nur eine Illusion, Pontius. Eine Art Wachhund. Oh. Er sah erschreckend echt aus. Ich hoffe, wir treffen nicht auf das Original. Das ist nur eine Illusion. Na, wir machen das hier. Wir machen das hier.